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次的放荡宠物视频。接下来由我们打开先 BGM 吧。BGM 的名字就是这个。这是本次是由粉丝写下来吧。刘大调送的。不少，很大一个盒子，这边还有一个更大的。我们先把这个打开吧。顶部包的挺严实的。打开这个小盒子，送的达克里。打开一睹它的真面目吧。哇塞，这是那个什么吧，锡纸啊，保温用的，应该是很大一块锡纸。这个先放一边。六号泡沫箱，我们就直接暴力的把它再打开吧。可以提出来吗？提不出来呀。拖出来，好吧，一个六号箱。哇塞，一只雨林蝎，成体吧，亚成雄性，还有一只雨林蝎，亚成雌性，不是很大。令人窒息的字体。所罗门六只，白剑三只，红尾三只，红头一只，卷毛三只 ，C 八一只，雨林两只。这换装视频做的越来越好，早生贵子，我又没女票啊。来源猪窝六号养殖直销店，名字真什么什么长，刘大调不留处女在人间。再来就是一些蜘蛛，我们依次来看一看吧。这是加热包，好像已经凉了，没有了。这些的话就是蜘蛛，看看啊，这只是什么呀？应该是卷毛吧？这只是白剑。看一看是否还健在，不对，应该是存活吗？哇，全用离心管啊。真的不会 GG 了吧？还能再缓一缓吗？还动。我们先把它放一边，让它缓一缓。还可以再缓一缓，觉得不对呀，这卫生纸塞的比较少啊，都还奄奄一息的。虽然不精神吧，但是还都活着呀。在手上又是不下来了，
先到离线管理来。这几个离线管看一看啊，这个好像已经 GG 了呀。不对呀，这打包方式不对呀，太湿了。这只，哎，洞太大了吧，已经越狱了。这只还活着，这只也活着。越狱的那只呢？哎呦，还有一只大的，这是什么呀？打开来看一下。还活着吗？动一动看看啊。还活着，还活着，好的，先把盖子盖好。再来看一下这个，这是打开看一下，好的，又是一大堆的白剑，一只，两只，又是越狱的一个，又是越狱了吗？三只，四只，五只，六只，七只，好像有一两只 GG 了呀。看来没有找到那只越狱的呀。先把它放回去吧。然后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大箱子。镜头往前拉，你的决定来了，把 BGM 声开大一点。来看一看这个大快递盒子，哇塞，好大的一大堆呀！先是两包椰土，往这几块九还是，三个小镊子，一个好怂的大怂镊。这是面面，怎么用椰土啊？然后饲养盒，布丁盒吧，应该是。
没陪着我绝呢。然后地管儿，大一大堆，又找到一个镊子，这好像里边好乱的呀，怎么搞的？然后这是大饲养盒和中饲养盒，还有一袋子小饲养盒。这个运输的好什么呀，来给个警图去，这个警图，这是躲避，喂水和喂食盒，都给我俩，躲避，一把躲避，我记得没错的话，是给我说过是。刘大雕说过是20个小饲养盒，2个中盒还是几个中盒来着？4个大盒还是几个大盒？